晚上好。现在楼下只剩下我一个人。这里房间有空调啊，所以就不会冷了。不然我为什么，对吧？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今天只跳曼陀罗，然后大 MC 不上，我上第二个 MC 和第三个 MC， 因为我小 MC 昨天掷骰子的时候好像掷小了吧，我也不记得我掷的几，应该不是一吧。大 MC 就不上了，我在直播啊，谢谢荧光棒，谢谢虎虎顺风。喝了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墨海蓝山。谢谢巧克力，这边的灯光好暗啊，感觉太暗了。谢谢你的虎虎顺风，对，霓裳茶舞，霓裳茶公演呢？公演在楼上啊，公演在上啊，公演在开啊，开始了呀，公演已经第四首歌了。谢谢虎娃娃，谢谢红包，晚饭吃了。我说了 ，MC 都没到呢，急啥呀？上 MC 二和 MC 三。你这一看就没有看公演啊，问我 unit 过了吗，你过没过自己看一眼就知道了。谢谢荧光棒。好冷啊。谢谢荧光棒。要不然喝点热水。你才吃冰淇淋。对我来说真的都差不多，我觉得没什么区别，这些奶茶真差不多。这是镜面，同学们真的，我真谢谢叶蝶，谢谢玫瑰花，谢谢荧光棒。同学们，这是镜面，这个直播呢它是镜面，这是我的右手，右手吃东西懂吗？不是左手在吃东西，我不是左撇子，这是右手，同学们，这是镜面。我的刘海呢，就是我的痣右边，对吧？你看的我的右边，也就是你的右边。哎，谢谢荧光棒。吃的什么？吃的人吃的东西。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基本上就是，对，就是右边，懂了吧？大冬天的谁吃冰淇淋呢？谢谢荧光棒，谢谢虎娃娃。奶盖，对，我可不吃冰的，我连夏天，我夏天还能吃点冰的，冬天是我真的不能吃冰的。我觉得这家还蛮好喝的，吃啊，就热的，捂手可以。谢谢光光。谁累了？我看到有人累了，你累，我还没累呢，真的是。我从昨天回来，我到现在就没停过，从早上到现在也去。哎，我都没停过，你就累了，你累个啥呢？在家休息累了，还是呢？谢谢荧光棒，
我昨天回来直接录三首歌，还好有一首歌录了全部，啊，录了三首歌，对。好累呀、啊。本来明天还要去录，哦，这么快，这么快。等等，那个第一个 unit， 哎，你说完了 ，MC？ 没说呢、啊。还没说啊。谢谢你们，看谁下来，抓住了吧，抓住了吧？怎么中途下来了？我来喝点红牛。不会吧？等第一个 M， 啊，不是第一个 MC， 等那个就是 unit， 谢谢你们嘛。等 unit， 第一个 unit， 然后我就下播，我又换衣服。对，然后换衣服，谢谢虎娃娃。两天学一支舞了，这不是两天学一支舞，还有几天？我两天学四支舞。收到多少红包？一分钱都没收到。我都30岁人了，收啥红包呢？哪像你们呢，对吧？小小年纪红包一把一大把的，可羡慕了，是吧？叫我羡慕你们，你们有那种自豪感，是不是？心想哇，我有红包，你没有。是不是要这种感觉？我说哇，我没有红包哎，好羡慕你哦。这是 MC 话题啊，啊、哦，行吧，还好我不上这个 MC。谢谢红包，谢谢荧光棒，谢谢虎娃娃。发红包的时候你们不知道在哪儿，话筒还没有弄，我没有金话筒，我不要金话筒，要金话筒干嘛？我要银话筒，我的话筒是白色。谢谢红包，谢谢红包。我今天弄了那个耳，就是我不是要做耳返嘛，然后他给我定制的那个做了那个耳朵，然后我左耳，那个左耳，别 BGM 了，这边没有你们想要的人，懂了吗？这里只有造型师，你看大家看一个抖音都会出现的东西，不要惊讶，懂吗？那感觉就是很没见过世面，真的一个一个的，真的。对，做那个耳膜，我发现我的左耳，然后他给我做耳膜，做下来就是做了两次，因为第一次他当中有一个就是残缺口，好像是受伤的，然后他又给我做了一次，然后结果还是这样，就说明我里面有一块地方是受伤的，所以我左耳好像不太行，但是我不知道哪里受伤，左边耳朵。对，现在反正也没有什么时间去检查不检查，等再说吧，先这样，我也不知道耳朵里面是。我有时候会听歌听，也不是说听歌听不见，就有时候这左边耳朵反正就听力不太行，一直都有。有一段时就是反正就是听力不太行就对了，左边耳朵直接，右边倒还可以，谢谢荧光棒。所以我每次戴耳返我会戴右边。这是左边，这是右边，这是镜面，这个直播是个镜面，懂了吗？应该不是中耳炎。建议我吗？我头发没沾啥呀，头发没沾啥玩意儿。谢谢我吗？谢谢虎娃娃。什么叫耳返定的多少单元？单元是什么意思？我右边头发又来，我右边头发没怎么样，我右边头发挺好的呀，啥都没啊。谢谢你的红包。什么毛毛都有。右边是这边，对，右边是这边，左边是这边，不要搞错了。哎，左右都不分呢。谢谢虎虎生风，谢谢荧光棒，人家开车打开呢，这
但是让别人让你往右转，你往左转，那还得了？谢谢红包。谢谢尹妈妈，谢谢尹妈妈。科目二。小孩子不开车，那长大总会开车了，对吧？你也别小孩子了，都多大了现在？谢谢尹妈妈。小孩子不是你可以让人就是怎么说呢？你说你小孩子，你以为小孩子就能够让别人原谅了？谢谢英国宝。那你找我的大姨。对，以小卖小，谢谢红包。哇，谢谢。你们现在都惯的什么臭毛病？对，在那个什么，对对对，口袋里面。这一天天的，真的，哎，不知道谁惯出来的，都是。你说你这惯出来的臭毛病就得了，就是还要跑到这边来献宝。哎，这句话不知道有人听得懂吗？就是很得意，得意洋洋在这里，很了不起。结果呢，听得懂啊，听得懂啊。就是常州话，只要我把它说成常普话了。就差不多那意思呗，反正都是。谢谢红包。我上 MC2 和 MC3， 等 UNIT 开始我就上去换衣服。这不是什么开学不开学，这是怎么说呢，我都要开始教做人了，这是，这不能这样。哎，累了，我也不想说。今天他们跟我说，就是 Sub 跟我说，还有一个就是在年度 MVP 完了，哦，不是完，就是那之前，还有一个就是好像就是总结什么，哎，我也不知道，就是那个年度 MVP 还有一个表演，要表演个几首，也不是，哎，应该也算是特殊公演吧，就是那个，好像是有一个，对，是也不是预演，也不是十周年，和十周年不搭嘎，不搭架，反正就是。对，就是发奖状那种东西吧，应该就是有一个就是，哎，我也不知道那啥玩意儿。对，反正就是四个人要一起，就是，但至于到底是什么样，对，宣布的那种东西吧。对，这还要表演，哦，我的天哪！嗯，发话筒，对，好像就是这个东西。我的天哪，又给我无形中增加了一个。对，但是他这次应该会弄得没有那么的复杂，就是会稍微，反正哎，就这样吧。应该月底吧，月底，然后完了年度 MVP 放月初，月初完了之后我就去拍金曲那个 MV， 拍完了之后我应该还要搞一个那个什么，就是像那个就是像去年思思他们拍的欲求朋友的那种东西，那个应该还比较容易，一两天应该能搞定，反正。然后就毕业公演的东西，我不知道当初还有什么，反正就大概主要的这几样就是这样。对，那个 PV 就不具体的我还不清楚，因为现在还没有人通知我这个东西。这话筒我今天问了，我不会用了两次就没得用了。对，我明天本来还要录音的，但是我跟他们商讨了一下，我决定放在15号再录了，因为我实在不行了，我明天肯定要弄13号的那些舞蹈吧，我13号 unit 还有自己的那么多，之前在不是在学校里面，我没有学校，现在之前在家里的时候没办法排，家里面没办法排，只能来这边排录音什么的，
真的只能往这边。而且我发现了，我回去了我才发现现役的五十，我要买什么东西买不了，因为过年不发货，基本上一些发货的我也不需要买，发货都是日用产品，有些东西，哎，那就从简做减法，全部都。哦，这个反正这几天是肯定不会唱歌什么的。谢谢巧克力，因为我电脑也没带回来。我发现我也不需要用什么道具，我自己表演好不就行了？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道具特别想要用。谢谢荧光棒。然后还有什么来着？我也不知道了。你看，今天早上起来，而且对，也差不多几点钟醒的。我十点半醒了。昨天做了噩梦，做了好几个噩梦，乱七八糟的，无语。对，挺忙的。谢谢荧光棒。啊，就是一会儿梦到什么手指头，也不是说手指头断了，就是那个被什么切了一下，我也不知道做了啥梦。一会儿梦我又拿了个枪，可能是玩多了，真的是白天玩多，就是拿那个枪怼躲那个炸弹那里，真的很无语，躲那个就是爆炸，对，我拿了个把枪躲那个爆炸，然后它是一个正方形的。我还是躲在那个边角落，然后我就带着别人那里跑了，然后躲那里跟大家说，然后说那边就是可以躲，不会炸到，然后果然没有炸到，但是没事没炸到，但是我中枪了，很无语，我中枪了，而且我中了三枪，头一枪中在腿上，还有两枪中在肚子上，最主要中那肚子上吧。我也不知道中哪，反正就中肚子上。我觉得我还可以跑，然后我就也没啥感觉。然后最主要我倒下了，我觉得我的灵魂出窍，灵魂出窍就算了，我好像变成鬼了，就是有点像那个孤儿院那种感，也不是孤儿院，就是那种女生，就是就穿白衣服的那种鬼片一样的那种感觉，还活着，但是他我知道那是鬼，但是我是另一个身份看着他，我也不知道我是啥玩意儿。对，真不知道啥玩意儿。然后后面我知道我进入了鬼片，我有点害怕，但是吧我就醒了，后面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了，上帝视野。就很奇怪，我也不知道说，我也不知道那啥，我还带了，就是还蛮恐怖的，里面反正做了噩梦，算是就真的是噩梦。而且最主要我一开始是上了一个就是爆炸之前我上了个车，然后分配给我们那个武器，但是我那天没有拿武器啊，我是药剂师，虽然我很想拿武器。然后我上车之后拿了那把枪，都没有机会打人，真的是谢谢夜店。最主要最搞笑，哎，对，这个手指断了之后吧，断了之后然后是怎样，我还把包起来，因为我这边破了，哎呦我的天哪，好痛，我还贴了一下这块啊，怎么红了边上，我还涂了点碘酒什么之类的。我可能是我白天拿了那个这个不是胶带了，拿了这个就是创可贴贴了，然后半夜还做梦做到这个，然后就说我手指断了，我还把它给贴上去，太搞笑！我的天哪，就是白天想太多了。谢谢荧光棒。最主要吧，我这个不贴吧。不贴还挺痛的，我今天想试一下不贴，因为里面有一点点那个，我不能够老贴着这个东西，但是我不贴我穿衣服它那个蹭到很痛，对，会发炎，但是衣服磨呀没有办法，只能贴啊。
对，只能洗澡的时候我也尽量不碰了。我这两天都没有碰水，这边手都是这么洗，这样洗。但真的还蛮痛的，我想等，最主要你穿了衣服有时候痛，但今天稍微好一点嘛，但我白天还痛，可能我现在多动了之后就还好。什么一个手怎么洗的，一个手当然可以洗的，为什么一个手就不能洗的，别人一个手都能翻跟头呢？对，我涂了那个碘酒，不用手也能翻跟头，对，真的不用手也能翻跟头，有人空翻不就是吗？你以为呢？就很郁闷，我晚上做梦就手指头，哎，而且它那种断还不是那种断，它是有一点点连着，你还不能碰，一碰它就全断了，很恐怖啊，真的很恐怖。我还看了一下，我看一下，然后梦里面还有人跟我说，你要是发现它一天还没好，你要去医院去缝针，要缝个十几针。然后啊，啥玩意？对，我这一晚上全很血腥，我不要周公解梦，我解了凶，我不想听，假的都是，我不听。如果是急的话，我就听。对，而且我那一是白天做的梦，这肯定不是半夜做的，肯定是清早做的梦。对，我选择性听。我已经查过了，你不用再查了。对，我这一看就是玩多了密室，然后又加上我手受伤了，一直在弄这个创可贴这两天。这和其他没有关系，这就是我白天心理作用而已。玩密室害怕吗？怕，我可怕了，你们不知道吗？我最怕的就是密室，哎，我最怕的就是鬼。我怕死了，我可真的是很怕。哎，哎，本来是想，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没玩过丧尸嘛，我以为是那种像釜山行的那种丧尸，结果进去一看是套了头套的丧尸，还行吧，就虽然也是真人吧，而且。还没开始，也不是说还没开始进那个电梯吧，就是跟我之前玩的九层班差不多，进那个电梯吧，但还没开始呢就狂叫，这倒没被丧尸吓死，倒被人叫的吓死，只能这么说。然后我还被一个人拉错，不是，被一个女的一直在拉我，对吧？拉错人了，她不能找她的同伴嘛，我都不知道，一直拉着我，最主要你拉就拉吧，你要把我衣服都要拉下来了。真的是，就一个，我也不知道是谁，我感觉那两个女的就长得都差不多，反正有其中有个女的一直拉着我，哎，我拉错人了，我以为我拉错人了，结果一回头一看，不是我拉错人，我以为后面跟错人，我一回头一看，你谁呀、啊？雇佣兵吧，应该是，反正有一个工程师的一个女的，还有雇佣兵的一个女的，都很害怕，一个不敢拿枪，一个一直躲在那个发电里面。最主要吧，不敢拿枪，那个雇佣兵嘛，两个人是拿枪，我要求就是要让他们俩带我们去，就是一个就是丧尸的一个反正很多丧尸的一个地方，很恐怖的一个地方，需要他们帮助我们，因为他们手上有枪嘛，我们自己就是没有枪，就不好去拿那个人手，对，我要去拿那个人手做那个药的材料嘛，然后。去找雇佣兵，结果那个雇佣兵的老大只给他们一把枪，我心想为什么不给他们两把枪，因为他们好像那个叫什么任务还没做完嘛，就是可能只给一把，然后我就很担心，一把行的，那一般不都是前面一个人一把啊，后面一个人，对吧，这样我们两个可以在中间，就这样，我你就给一把枪，然后我就问他，你不能不能再给我一把枪，你要是不敢拿我拿，真的是，我觉得
你前面是安全的，可是你后面不安全呀，对不对呀？你最起码两边夹击啊，这样子打，你这样子就可以去拿了呀。结果那个任务反正就是也不知道在干嘛，反正就是很耗时。然后最后我们的那个药剂师的老大带我们去，然后带我们去，他把那雇佣兵的枪拿过来，然后去了之后，然后让我去拿那个人手，然后进去拿，找了半天没人手，那个僵尸在我面前一直晃荡，这样子晃荡， 我在那里看他手上没有手啊，然后我就说手上没有手，然后就回去之后可能就是扔在哪边没看到吧，然后再去捡，然后那个地上捡一个手扔在地上，还好没有很黑，不然我的夜盲症看不清。对，他手上没有手，就是一个他手上还要有个手，人的手，那个僵尸手上没有手，没有人手。这是恐怖本，那僵尸会自己发出声音的。我在那里看了半天真的是没有手，后面终于找到手了，拿了那个手来，那个手软绵绵的，真的软，就是那个像橡胶一样，我也不知道说哪里，就是那假手呗，就是拿出来是这样的，哎，软的，它啾掉下来。队友啊，我队友，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没管他。哇，别讲到队友，你们不知道，谢谢虎娃娃，到关键时候才能看到人与人的。本来他在我后面最后一个，后面是有个僵尸吧，对吧？那僵尸也没有跑得很快，我就看到后面有一个人，就是我们一个走道也挺窄的，说实话顶多站两个吧，一两个我也不知道了。从我就看到后面一个人很突然，不是很突然，就是狂奔往前面人群啪啪啪，就是一下子就跑到第一个去了，谁都不管。然后另一个女的被他就是他可能就是窜过去吧，就是哇没见过这么快的速度窜过去，另一个女的被他一倒我身上去，我在后面变成我最后一个，然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说实话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关键时刻就能看出来。哎，还好我没有像上次一样倒地，就没有像思思这样拉着我进去了。可能我每次就是被撞的，你说我受伤应该是靠在墙上的时候受伤的吧，因为好多人全狂跑，真的是为什么会这样，不是说好的是坦克吗，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而且说实话那个僵尸好像没有上次就是玩的那个就是九层半的那个人，就是因为后面九层半玩的他好像是拿着那个电机会就是会亮的，感觉会比较恐怖，那僵尸那只是出来吓吓人，就是这样。不是，是真的，本来是最后一个，也不是说最后一个吧，就拉着嘛，拉着的时候也不是最后一个，就是一起的，就是这一下子就往前面狂奔。最主要那个地方只有那么点，是怎么能够把别人给扒出来，就是扒边上去然后窜到前面去，我都没这个能力。然后结果前面最主要是其实我们好几次就是后面有追的嘛，然后前面也有追，然后反正每次就是从后面追前面追，然后前面也有僵尸，然后反正每一块都不怎么安全。第一次其实还好，我们躲过了第一次。第一次其实挺累的，因为第一次我们是在一个就是屋子里面然后在找东西，然后没跟他们几个在一起，没跟其他人几个在一起，然后就突然就是他时间到了，那僵尸就会出来狂就是发狂，僵尸他有一定时间会发狂的嘛，那个僵尸。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在那个安全区，因为安全区也不是很安全，第一次安全区不安全，因为他会从哪里会窜出来，因为我没有进去，那时候不清楚，我还不知道，我没玩过这东西。然后我们在边上，结果好像边上那个房间的那个僵尸好像没有发现我们，因为
很小声，我一直把那个都亮光给调暗了，嗯，调暗很小声，然后没有发现，然后第一次就听到外面狂叫，然后我们就躲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就但一声都不响，就躲在靠墙边上了，一声都不响。之后那个僵尸好像反正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发现了我们吧，想想还是出来就是吓吓我们，然后我们就跑了。之后其实那时候已经差不多了，就是他有一段时间就是安全的时间，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听到，因为我每次去哪里我都把那个电就是那个亮光给，反正就是看不，可能不一定会能够感受到吧，我觉得。因为这里滑。对，好几次我是找到一个地方，就是要安全，也不是说安全，就不怎么出太大声的话。对，也有监控，但是你没有怎么太那个挑衅他，他也不太会很主动的去吓你。MC 还剩下三个人，那差不多。深海啊，不是，我曼陀罗在后面几个呢，不急，换衣服很快。不，我怕呀，我怕。怕了。但是你那里面不是要做任务吗？要小心哦。没有，没有，只有两个人哟，我很快。对，我怕也是这样怕。我能怎么看？我又不会叫。倒也没有，就反正爬一些东西吧。那还好，没有，还好就是游戏全部都通关了，因为还是通关比较好玩。谢谢。因为以前去的好像不一定会通关，而之前去的玩的一个还跟鬼做交易，真的很无语。谢谢英文嘛，就让拿着东西跟他做交易。你知道为什么95分吗？为什么？谢谢你的皇冠，谢谢你的荧光棒。你知道为什么你扔皇冠是因为怕我说到鬼吗？不是因为我没杀死，我本来是想杀的，真是的。但来不及了，也没时间了，因为我们玩了2.5小时。谢谢英国猫。对，因为第一组有100分啊，把那个100分给遮住了，所以我们成了第一名。你以为呢？哎呀，说了大实话，不然你以为那是第一名？四组哎，我干嘛？果然。玩了2.5小时，好像本来就只要2个小时吧。哦。对，不然他说是可以去，就是把别人带我们，因为哦对，因为我们是卧底嘛，我们还可以把别人给带进去那个屠宰场吧，就是那个丧尸很多的地方。我想感受一下，谢谢皇冠。哪组100分？就是挺会玩，也不是挺会，里面好像大概都有有2个人。之前玩过，好累啊，救命！就之前他们有玩过，但是玩的是不同职业的，所以不太知道。那还行，他们有的也没有去过，好像可能。对，谢谢，我是完全没玩过，谢谢胡娃娃。而且，像我这种怕鬼的人，谢谢荧光棒，谢谢巧克力。所以，5分扣哪了？不知道，扣速度太慢了，解密。谢谢荧光棒，也没有解密，就是做任务呗。我觉得应该还是动作太慢了，一开始一直在周旋，最主要一开始不敢出去，因为发电的人也，大家的装配置都很差，只能这么说。能玩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有听别人听有的人说之前以前玩过一次，结果还没玩完。我第一次玩，竟然玩完了，跟大家。好了，我去了，走了，换衣服去了，拜拜，各位。